之后我再研究看看，可不可以就是不要延迟那么久。哦哦，前情提要哦，所以第一章结束了。也是在改很像那种影集，有没有一集一集的？然后现在第一集结束换第二集，然后再前情提要。对，这两姐妹是被杀？为什么要再看一次这画面？第一集的剧情就是他们一年前来这个地方，然后一对双胞胎姐妹挂了，然后一年后他们又回来这个地方，找死哦，变态啊！我说我绝对不去，不会找个城市聚在一起喝个咖啡，吃个东西就好了。哎，对，这剧情会因为我们选择而有改变的，因为还没有看到他跟他女友跟前男友的抱在一起。第二章嫉妒。黎明前九小时，第二集了。约书亚新角色，汉娜和贝斯的哥哥，内心复杂，体贴关爱他。哎，所以这游戏是自动存档吗？嗯，又是这种杀人犯视角，超级车。现在操控克里斯多夫，啊，先担心好了。I know it must be really tough about your sister. Stop. I just meant that. No, I know what you meant. No, seriously, I'm over it. And I just want us to have a good time, you know? Like we always. Oh, so he's that前一年双胞胎这个哥吧。What else? Maybe there's another way in. There are a million ways in. They're just all locked. Gotta be like a window or a corner we can get, like, get open or something. Wait a second. Are you saying we can break in? I don't think it's technically breaking in if you own the. 有钥匙为什么要非法入侵？Lead the way, coaches. 哈哈。Hey, Ash. Hi, Chris. 好啦，哎，嗨，爱丽丝。So, are you doing? 带一个自信哈。Good, but a little cold.I think I could use some time curled up by the fire. Yeah, that does sound pretty nice. 原来白猪喜欢听阿旺的叫声，了解。没有，是要让观众听好吗？哦。哦，这样子啊。让我笔记一下。哈哈，怪怪的。Sleeper hit kind of gal, you know? I just want to rip that Parker right. 上一集。啊？是。上一集是门禁，他刚说什么？我没听到。他是讲说那个，不是啦，你们那边有延迟。哎，他刚刚说什么？他刚刚在讲说那个女的，就是一个女大很好，对对对，然后很好，哦，很好，很好，抗议好了，很好。对，哎，伟成刚刚讲到关键字啊，你在说？真的啊，他刚刚就这样讲的啊。没有，国外这种东西蛮常见的。对。对不起，他们就是其实国外就是比较开放啊，性开放。哦，反正就是没大人可以乱来，对啊，没有大人就可以。好糟糕！我这人正人君子好吗？本来就是的。你哪边正人君子？我完全从头到尾。好啊，他刚说什么？我又没看到。啊，就在讲说，反正他就是在讲说，现在在深山又没有别人，然后就是一个好时机可以跟他。哦，好了，既然大家那么想要看的话，我就来个同意好了。你在说什么？我觉得是你们讲的哈。我觉得这个游戏白猪会把它玩到全部都死光。才不会嘞，一直漏东西、啊欸。有可能呢、欸。好，我要专心了。然后专心看剧情。你要不要考虑换个游戏啊？换什么？不要查看里面的人口吗？不会的，我会让他们活着好好的离开这个地方。
好好的死光光。他的 IP 真是要入侵。为什么你要这样左右晃？你是酒醉吗？酒醉啊。嗯。这是什么？哎、欸，发现斧头剑，斧头被拿走了。原本有放斧头的那个，是有种在恶运孤法的 feel。你要先找个武器有没有？等一下僵尸出来的时候可以防身。可是他已经被恶运孤法好啊，关个门，所有人都进不来。对啊，连最终 boss 也进不来。视角多像的、啊，恶运孤法不是视角就是这样。通常这种恐怖游戏的视角都会走这种路线的，啊、突然会给你冒出来。他刚。好像直接上也可以进窗户，不用推。那、啊、他想要调整嘛？人家有那个洁癖。他门都没窗都没锁，好烂哦！身上没有人、啊，完全不需要破，而直接就进。很弱哎、欸，超弱的。You mean Jim? Yeah, you know, with the climbing up the rope. 他们是一群大学生。大什么？为什么灯泡突然爆掉 ？Here, use this. 灯泡顶多是没保险丝烧，没事自己爆、啊。顶多是保险丝烧坏吧？怎么是整个爆掉？这表上加倍成功了可是他们自己加、欸，自己加长自己攻哎、欸，这样很猛啊！哪里猛？除了他自己，没有人可以闯他加空门。他们两个在嘴炮吗？没有啊，他就是要找那个喷雾，然后去把那个门哦解冻，他都进来了，就全部都爬进来。不是啊，我知道，就全部人都来这里。他就这样被遗弃，你要自己一个。里面女生的个性，他叫他爬，他们一副不要，不进去先吓死。女生不东西啊，不要啦！哎、欸，他有这种系统哎、欸，有啊，有这种系统。不是，是哦，说怎样？就是他捡图腾啊，捡东西的时候有那个伸手的系统。对啊，而且你要用手，啊、那跟灵很像，就类似。突然会有另外一只手出来，有罐子的声音啊，会捡东西，可以捡东西。就是突然会有另外一只手伸出来之类的，应该是不会，这不是鬼片，你又知道了吗？其实我现在很害怕，你知道吗？没关系，我们都在，有我们陪你啊，拜。但是睡觉的时候你要自己来啊。白猪图腾有没有图腾？你有认真看吗？可是他现在都一段一段的、啊，他要一、啊、要几个才看得出来，所以他会越来图腾会越来越长嘛？你们可以看那个啊，我开给你看啊，状态我可以开给你看，所以他会越来越长图腾。它现在有五种啊，有不同类型的， oh, 然后现在都是各一个，然后是里面都是一个短片的、啊。有人就是说它是剧透图腾，对啊，剧透，它是给你提示的、啊，超级好笑。剧透图腾，死亡剧透图腾，还有损失剧透图腾，各种图腾，就是一个雷你的东西，各种雷，你就靠太近，然后把它烧了。屁嘞，把画烧了、哦，因为打火机拿太近。我现在到底要去哪里？是谁啊？那个克里斯多夫 ，Crystal， 现在是没有、啊。我说你们刚刚看那个图腾，不是有个死亡？那是谁、啊？不知道、啊，他就是整个脸都烧掉，都烧成那样了，你知道怎么变的？对，焦尸。克里斯达，哎、欸，肛门不是开的吗？为什么我在看？哎、欸，对啊，刚是 bug 哎、欸，刚是 bug 哎、欸，我把开的门又打开了，你开了开启的门，我开了开启的门，三次元吗？不知道、啊。啊，这就卖了4元。你不是要先找那个吗？哎、欸、哎、欸，玻璃破掉，我大声一点。這樣才有 feel， 你要这么大声吗？就是要大声才有 feel 啊！不要给我调小声，阿旺。因为我也戴着耳机。我感觉到阿旺在那边出啊。阿旺觉得难过。阿旺这么胆小、啊。阿旺是胆小鬼，需要拜托的保护。翻页就翻页，加什么音效、啊？你可不可以刚被那个翻页吓到了？没有，有，天哪，没有被吓到，但是有、嗯、被翻页吓到。好嫩哦，翻页都没吓到我。你比这样还要嫩，你玩。可是其实我们现在也不会开声音，不是吗？哎，我是 king， 我是有 king 里面的。没有，那这样不会重叠吗？
就不会啊，反正所以我现在头有点晕。你拍一边的声音，你就只听 YouTube 就好了，反正。我可是 YouTube， 万一我接话不就很智障吗？你已经讲完了，我还在那边。哦，对啊，对啊。没关系，我会很酱油要，我会很好心的回你的。还是算了，我还是关 YouTube 呀。嗯，现在到底要干嘛？你要去找那个喷雾啊？对啊，可是哪里啊？他刚地下室应该就会有了吧？喷雾这种东西，你要……他刚刚剧情有讲在厕所啊。可是我这房子厕所在哪？我不知道啊。没认真。我知道在厕所。哎。哦，都这样，对啊，还说会把所有人害死，不会的，会完蛋了，我觉得已经要死光了。我被告，坏消息要告诉你，哦，应该是他应该是双胞胎妹妹，对对对对，姐妹双胞胎妹妹。未开场先死的，开场就死，开场就死。他在讲说那个嫌疑犯他们没有办法，开场死。是死两个，对啊，两个啊，双胞胎姐妹，好像，啊，已经是半年还是一年前，一年后了，现在是一年后了。那是任务必须死的吗？啊，必须死，就剧情不干我的事。我想说你这么傻逼，开场就死好几个。我就知道酱油一定这么想，所以我要先撇清关系，先澄清。对，那个是剧情必死哦，不干我的事。厕所在哪啊？等一下，仔细听。怎样？就像不像有人在旁边，就是用气音在讲话，就他只是风声而已。其实是伟成在讲话，超级吓人。哎，欸，现在到底要去下楼啊？下楼吗？厕所不会在地下室吧？啊，我为什么要讲下楼呢？下楼更恐怖，楼上全黑的。哎，欸，有好多闪亮点啊，不错，楼下不错。错啊！你们是男人啊，可以应该要活在黑暗之中。为什么男的就要活在黑暗之中？加油，你们是男人啊？这什么逻辑？好了，对不起，你们应该活在明暗之中，因为你们是哥哥跟双胞胎姐妹的合照啊，看起来很不赖。这样子讲，那问题啊都已经……哎，它上面有写是什么房间吗？没有。双胞胎姐妹正不正啊？电影院吗？可以，给阿力看得到啊。我有点怕怕的，还好啦，不会啦，是吧，啊？看到他的脸，就像，哎，欸，这房酱油，你反正你是听 Skype，欸，就听到我们有吓到的话，就表示过个准备，对，准备一下，等一下就会有吓人的东西出现。万一你们都没吓到呢？没有，白猪他们就，你感觉这样子，欸，你就知道没有白猪的话还可能，可是你知道我们这里有阿王，他一定会在那边叫到不行。所以就，哎，欸，说的也是，你就知道，说明我不会叫啊。可是你开场都被吓到了，在那边。对啊，你先。对啊。你就不要看一下你第一集会叫了几次吗？你不要拍一个桌子，你也可以吓到。哎，欸，他是突然蹦很大一声，他比你刚一开始开场还要大声，好不好？是这样。哎，欸，团厕所在哪？厕所在哪里？你要找不到，找不到吗？团团很困扰。是在一楼吗？通常大房子应该地下室找不到就上去啊，有上来了，好吧，就都走啊。结果竟然是卡关卡在找不到厕所，你的超像，好惨啊！厕所在哪啊？是呀，屋太大，对啊，屋子好大，而且太暗了。你看，哎，欸，这边吗？有电灯可以开的吧？可是那边没有厕所吗？人家有钱人啊，你们这样讲，山庄哎，这么可以进哎，这是。你刚刚从那边走进来的，啊，哦，真从那边出来的，啊，是吗？我不知道，欸，好像是，欸，看一下好了。哎，欸欸，有亮点，有亮点。你是说那个故事有亮点？没有啦，那个不是可调查品，它会有亮点。那，他的头挡 bug， 哎，欸，我看不到画面，我只看到他的后脑袋。哇，这个后脑袋好美啊！哦，这边是要出去的后脑勺。好高级的房子，欸，对啊，房子好大哦，有外国人有钱就不一样，欸，对啊，应该是地大，可外国人好像都这样吧，地大国吗？而且他们通常自己的房子以外还会一个度假山庄，像这样，真假的？他现在就是在类似那种，他现在在度假山庄啊，在还要坐那个豪野缆车才有办法上去的地方，超哇！哎，欸，这边是我们来的地方，没错，对啊。好野人啊，好野人！厕所应该在里面。
我现在一开场就卡关，你干嘛丢？看着你今天是玩不完了。我也这么觉得，刚找个厕所都找不到了。说好凌晨三点呢？就是因为这样才会到凌晨三点、啊。他不是游戏总时间是八小时，八小时。对啊，可是不包括你一直迷路的时间啊。你很对啊，是酱油，我是为了你耶，你看多人多好，真的好体贴，人好好哦。对啊，你叫我陪到三点，超级敷衍。他说 UP 就好棒棒，超棒 UP 棒啊，超棒棒的你。对啊，吓死我了！找不到厕所，你可以不要扮找不到啊！你可以不要扮角色玩跟连厕所都找不到的智障一样，好不好？他已经是了。你的角色好可怜啊！啊，这边没来过，这边来过，明就有，你刚走进去过啊！你有没有记忆啊？有啊，记忆三秒，谢谢。OK， 拜。不是我，原来你去酱油。哎、欸，你什么意思啊？因为可能今天跟酱油接触太深。等一下你真的扯博吗？哎、欸，真的扯博啦，所以需要提示啊。在一楼还二楼还三楼？你要再往上走一层哦，在二楼。因为你刚刚没有往上走啊。你又没有往上走。可是不知道、啊，可是这种家里一楼都会有厕所吧？这是为什么、啊？好吧，不应该用常识判断。要爬上去、欸欸，窗户是开的、欸欸。窗户开的。那先把窗户。为什么我把恐怖游戏玩的那么欢乐？关不起来吗？不能调查，反正你就今天调查。他不能先开灯吗？对啊，他不能先开个灯吗？我看到我那个，你要去问约书亚。对啊，他都进来了，为什么不能先开灯？是没有电吗？你要想要吓你？没有啊，约书亚没进来啊，主人没进来、啊。可是在外面，他不能跟他讲说先跟他讲电灯，谁知道、啊即使电灯不能开，那应该有发电机什么要先开之类的。哎、欸，厕所，这应该是厕所，好高级。I got you， 厕所音响太找到了，厕所音响也太奇怪了。那个人头，好了，找到喷雾剂了。好期待啊！让我要去看，我要去看。好期待啊！我本来没有在看画面，我现在要看。为什么？哈哈没有，我看不可怕。没有，我们是戴耳机，而且我把声音调很大，超大声。自虐哦！来个自虐啊！这次没有了。因为白族阿峰是异地恋。你们在统计什么奇怪？统计你们谁被吓到比较？不是、啊，我们俩刚刚是一起被吓到。可是我叫比较大声。白族小大声是白族赢的。赢的，至少赢的真光荣啊！对啊，恭喜你。至少我敢玩啊，被吓到无所谓。看样子这个游戏我应该不会玩了。可是我才强迫你这样子，半强迫。为什么他现在这样看就很亮？对啊，为什么现在就变亮了？刚暗的要死。人家刚才想到没开灯啊。没有，他没开灯，可是变亮。哥就想整我吗？他外面有灯，但是里面没灯。嗨。你刚刚没有看到外面那个小屋？不爽，门外有两颗亮。有路灯，装饰用的，不是装饰吗？是灯吗 ？Yeah, come on in, take a load off, have whatever you want. 有点忘，被吓到之后都要沉淀一下。沉淀。Easy there, cowboy. 哦，警告好了，警告。Mike, stay away from my girlfriend, dude.我是觉得刚刚他那个眼睛蛮吓人的。Emily， why would I want anything to do with Emily？ 你是放大那个眼睛？对对对。哎，我刚刚整个挡住眼睛在看耶。说挡住眼睛？等一下，他挡住眼睛是什么在看？尿孬啊！你跑这里？尿孬啊！没有啊，为了让全部人都好的，所以让他们人际关系不能太糟啊，所以我要退让一步。然后之后就因为你的退让，他们就死光了。才不会！还有这种设定，我被告。笑屁啊！没有人笑你啊！有他们一就听到气死，就在偷笑。不还妄想症哦！艾米丽。Are you trying to swallow Emily? Hello. No one wants in on your territory, honey. It's
Excuse me, did you say something? Oh, did you? 很肉麻哦，好呛哦，好呛！哎，他这样人超呛，对啊，超呛的。是谁？艾米丽跟那个女的叫什么？跟杰西卡的，两个超呛的。好了，黄哥，你不知道女生就是这样。哦，经验谈吗？酱油？没有啦，我腐烂的，你不要相信我。原来你都跟你朋友都是这样子、哦。我腐烂的，你不要相信我。Such a bitch. Bitch. 我不是都缓和了，他们在吵屁哦。欸、不过女生吵架很可怕、啊。现在已经感受到了。有些打起来的话，他会指甲抓你，还会那个拔你头发。我们现在看到那两个在揍吗？够了。Stop. This is out of hand. There's no reason to fight like this. Yeah. 你们可以先开灯吗？拜托。对啊，可以不要这边吵架就开个灯吗？你们怎么不做梦？正在做。If we can't get along for 10 minutes, then maybe we need a little bit of a break, right? Mike, why don't you check out the guest? 话说这个约书亚好像是知名男演员。是哦。嗯，因为我看巴哈有人讲说他是演什么的，可是我忘了。虽然他们脸是就是实际的人，里面好像很多人都是真的是演员。好像就是用那个两个灵魂的那个脸的那个发音，好像是一样的。对啊，就是请演员正在来用演的，对，用那种动态捕捉技术。Where's my bag? Huh? My bag, the little bag with the pink pattern, the one I got on Rodeo. 动态捕捉技术。感觉游戏突然变得好容易做，找演员来就好，不用自己建模。只是这样花比较多钱，要建模之后才能用动态那个的。我知道啦，讲走了。好了，就算人不用建，还要建场景。我觉得建场景就够累了。然后、欸、这不开灯了，只为那边吵架。好吧，你们还是死光光好了。有够黑心，好坏哦！哎、欸，他们都没有。之前有两个男主，两主角吓到我，就说你们死吧。他们死了吗？还没啊，还没有到可以让他们死的剧情。OK，OK， 好狠心哦！不会啦，我会尽量让八个人都活着。然后最后八个人全死了。死了就是你害的。哦，考验白猪的反应速度。讨厌白猪的智商，他有吗？没有啊，现在高超的呢。我一直觉得艾米莉长得很像一个人，但是讲不出来是谁。我看起来很像牛。不是，他刚刚有骂人说是牛。可你刚好看过那个女的演的戏吗？就对啊，就有点眼熟，但讲不出来是谁。他们是谁？三级片。Porn star。怎么觉得美国年轻人都脑袋充满着性？人气啊，无疑吧。啊，这个啊，约书亚我有看过，真的。哦，还要取得发电机，不是取得了，去打开。取得发电机，所以你就是轮流控制这些人。对，他会一直换角色，换角色。哦，他左下角现在写名字，就是你现在换到那个角色。然后他会写时间。啊，可是我觉得这样就少了一些个人特色，因为你会影响到。啊？他就是你玩到会影响到八个人的生死啊。对啊。对啊。所以看谁不爽就可以让他死。超级坏，对，就告诉我们智商不高的不要来玩。所以就是说，可惜酱油不在里面，要不然就死。最残忍的方法给他死。其实我觉得你现在在呛我。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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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真的在呛你，不用紧。好，如果你没有白猪，他一定是被考。自拍然后拍到奇怪的东西。嘿，看镜头，潇洒不？看镜头了。哎、不是他不看镜头啊，他在摆那个很风骚的猪鼻子。算了，不理你，我要拍了。Oh my god！ 还有看吗？是的。好自恋啊！对啊，都不看镜头，在那边。哎、欸，我觉得这张照片后面应该会拍到什么东西的感觉。
干鸡，干鸡，等你们干就知道了。对，我们连着好了，来吓他们。不改，我们等下就是感觉什么东西要出来，先关麦，然后下酱油。你们做梦比较快吧？为什么那女的走这么前面，然后他们有拿手电筒、啊？欸、对啊，为什么没有手电筒冲在前面？哎、欸，有东西。华盛顿山庄，就是有钱的感觉。华盛顿的山都他们的。超扯，对，好像这座山都是他们的，超级有钱，因为他那个前面的缆车好像是他们私人的。那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有钱，不然就会遇到这种可怕的事。不是这样，不是，就算你有钱，也不要没事跑在这种地方嘛。对，不是啊，他们为什么要在晚上来这种地方？他们是白天进来嘛？他们是到的时候刚好晚上，那不会在山下住一晚，在白天再进来？他们是傻逼啊，他们不傻逼，我们哪有故事玩啊？我走和事佬路线，能不吵架就不吵架。就会因为你的和事佬小孬孬，才不会。加油！你是变态啊！希望他们全死光。哪有？我这是你的想法，我帮你讲出来。同意好了，要不然他们两个人会吵起来。Yeah, how's it my fault? She doesn't understand what beat it you skank means. Yeah, like crack a dictionary. 超呛的、欸，吵架又吵架了。对啊，他们超呛的。他们怎么这么会吵啊？很厉害啊！见过会吵的，没见过他们这么会吵的。没有啊，他们两个不是关系本来就不好。啊，没有，他们两个是男女朋友。啊、你是说那两个女的吗？那两个女的、啊。哦，对、啊，他们关系不好，就是前女友跟现女友的关系、啊。好吧。前女友、现女友同处同一个房间。对啊，前女友、现女友、欸。可是很神奇耶，为什么还会一起那个？哦，又要剧透，剧透图，剧透图腾，剧透图腾吗？对啊。哦，小丑出来了。不是啊，他们捡起来然后看到那些画面都无感吗？他们怎么可能看得到啊？那只是给，那么他们捡地人在捡心酸的。别笑。All right, let's see. 怎么办？我现在有开东西恐惧症。开东西恐惧症。听起来好奇怪、啊。因为刚刚已经蹦出来了，刚突然蹦出个东西没 ？Nice one, Mikey. 快点、啊。嗯，刚刚那个声音是，因为他在拉那个发电那个发电机，可是你刚刚听起来不像，哎、欸，怪怪，你要搭配画面看啊，头晕了吗？我知道了，2-0，我完全没有吓到，为什么你被吓到？我很专心 ，focus， 不是啊，他在里面吗？是在另外一边啊。在那边、哦，在那边哦。那你就说在那边、啊。为什么会有陌生人躲在这种地方？应该就是去年那个犯人吧。好了，开完，现在开完发电机可以回小屋，总算有电了，比较不会那么暗。他突然一直在那边偷笑。你没好事。可能是坏人。对啊，坦坦已经有先看过，所以他应该知道我等一下我又被吓到之类的。对啊，长成都这样子。没有，不会。他在心里想，可恶，你怎么都知道？白芝不会被吓到。你听到吗？爸，都已经被目前已经被吓两次了，还爸。坦坦笑得多爽。对啊，他感觉就是完全是来那个，就是等一下一定会出事。对啊，感觉是来嘲笑你们的。哎呀、啊，超坏！哎，怎么不能进？哎，不能进房间，为什么？嗯，不是啊，我不是开完灯就回来了吗？是不是找错 啊？进去了、啊？没有，我看一下。哎，按错。哎，啊，那个不能调查、啊，那我现在去哪？不能从楼下进去吗？可是要走进来就是这里啊！完蛋了，为什么这种感觉不会迷路游戏，我却一直迷路？哎嗨哟！哎嗨哟！酱油，你今天附身？对啊，你已经没救了，骚年，放弃吧。骚年，哎，骚年，应该是要回宿舍吧？不是宿舍、啊，那个回宿舍，游戏宿舍，游戏宿舍，他很有能力值哦，
动。它还有跟每个人的那个关系值。对，沿着路径前往小木屋。小木屋都可以获得全世界。小木屋是回来这边了吗？还是我刚在那边有漏做什么事啊？不知道，再上去一次看看。走走走。还是你要绕到那个正面？我是绕过去啊。我今天被吓到有点语无伦次，那个脑袋不正常。过哦，这边可以过，这边可以过。是酱油啊？酱油怎么办？我今天被你附身了。什么事啊？这边突然变得很害怕，是路痴之类的。路痴，哎，这边也过不去啊！你骗我啊！那边不能过，不能。哦，好了，那我们再回去刚刚那小木屋吧。发电机就开了，可能发电机开了还要点什么东西吧？我没有给他点，就跑回来。今天我好雷哦！不是今天的事，雷。没有，今天找不到入口，今天限定。一群站在那边，等一下过十二点就好了，就重置了，我就不会累。是，这什么鬼设定？你知道重置是早上九点吗？可以过去吗？没有没有，我的是十二点。他发现这也太吵了吧，超吵的，吵到算水。真没路了。帅，真的。你根本就是来扰乱我的嘛，我。可是怎么想也不对啊。哦，不对，我刚刚。对啊，你要走回哪里？没有，应该是小木屋还有什么？没有，我没有按到的。有什么东西没有按？不知道哎、欸。啊，发电机那边。对啊，还有东西可以按吗？再过去看看好了。哎、欸，这我调查过了。开完发电机不是要进去这里吗？这里吗？因为刚刚按他就说要有发电机才能开。哦，哪路好到？我想说你过去了。芝麻开门。我想说你过去，我才没有讲。没有，我没过去。嗯，我一开始要死人了吧？你不觉得吗？我觉得要死，我觉得那女的要死。我觉得，我也觉得那女的要死。还没。准备做好心理准备。这种就是已经随时有东西要出来了，因为这种视角最讨人厌了。这种视角就感觉就等一下有事情要发生，走过去之类的。哟，不知道开发电机，我听不清楚他歌是什么，老歌了吧？他歌就还有被编掉的，不会吧？哎、欸，犯罪现场。Okay, I'm getting the creeps now. 好，尊重。Well, wherever they are, 包容友善。是的。尊包友。That's a nice way of thinking about it. 是冷气的声音，是的。哦，伟成唱歌耶，烦。剪精华，剪精华。哦，有尖叫声，太乱。What's happened？ 你刚刚那个发音也太…… What's happened？ 有尖叫声，尖叫声，尖叫声，要死。那个。你不用喊啊，晚点阿旺就会有了，你可以慢慢的想。我是顶多大叫，尖叫是白猪。我没有尖叫，我是很 man 的叫。为什么他是进山洞里面？好啦。他在干嘛？他犯蠢啊！他在追一个蠢女生。Holy crap! You scared the heck out of me. How do you think I felt? You didn't hit your head or anything.As far as I can tell, I still have. 为什么是七只剑犬？yeah. Can you get out? I don't know. I can hardly see anything down here. 手电筒给他，跳下去啊！跳下去好了，下去陪你。哦！为什么每次都是背影吓到你？我比较容易被声音吓到。可是我刚刚没有被声音吓，我也没有被影像吓到。我两个都带进去，我没有完全塞啊，可是我一边是带紧的、啊。
两个吵架咯？没有啊，他越吵感情越好。Oh my god， 讲得真好。哎，我没有乱讲啊，朋友也是这样啊，越吵感情越不胡乱哦，啾咪啾咪嘞，也是有那种吵架就感情就不回来了。你在吵架的时候就是啾咪咪咪，那立马被扇巴掌了。吵架都啾你妹啊！你啾一下应该直接一巴掌就来了吧？什么时候还在啾咪？好险，我有按到。你刚没有，你刚刚没有按是被告死了。应该是哦，我刚如果没按到 QT， 应该就死。也太快了，不行，我现在要开始 focus。focus， 克。啊，为什么要悬浮粒子很严重？故意的啊，它就是这种好像有特效的感觉。可是其实现实不会有这样，灰尘有灰尘，灰尘只有灯照的地方才会这样。何必呢？公虾，哎，有那个木调查点。为什么他们要进来这里？他的地图比我意料，比我想象中的大好多。他地图蛮大的。对啊，雪茄，那个犯人抽的。所以这边为什么都会有一些这种东西？算是一种提示吧，你可以进来看详细的了。是意义不明，有解释跟没有解释一样。应该是玩到后面就会串联起来了。要不然就是奖杯吧。哦，我竟然没有被吓到，我好开心。那你在捂屁呀？那你在捂个毛？没有，我在捂，我竟然没有被吓到。最好是真的，是的，是的，是的。打他一拳吗？哎、欸，我在，我在酱油，我在帮你，我是让你知道等一下会有东西。好吧，那那你大声点好不好？用心良苦却成空。被吓到就被吓到，用心良苦。好吧，帮我 K 他一拳，谢谢。我刚刚已经被 K 了。做得好，果然感情很好。哎、欸，都你害的，罪魁祸首在那边。好大哦，嗯。是我现在，我为什么要进来矿坑？我是进来矿坑干嘛？我也不知道啊，为什么挖矿啊？屁嘞！然后生存吗？你需要稿子吗？对啊，你要先挖木头啊。先我需要个钻石稿，谢谢。那你要先挖木头，再挖铁矿。那我要先徒手敲爆木头。很奇怪，为什么都是女生走在前面？对啊，为什么都女生走在前面？因为男生都孬啊，可能。男生太胆小了。对啊，而且他没有手电筒，他好勇敢的走在前面，超级不怕啊、哦。对啊，这女的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感觉。天不怕地不怕、啊、我只好奇我们到底要去哪里、欸、走我什么声音怎么 D 了一声我的键盘啊 sorry 这声音非常立体哦你是想要偷下我对不对没有啊我在打字啊你的阴毛我看到了阴毛看到了，哎呀，供销毁！你们在讲什么、啊？他说的啊，越讲越奇怪。望远镜，总就会看到什么不该看、不该看的奇怪的东西。上一集有一张，就是我在看望远镜，然后有一个从下面跳起来，超贱。这我现在在望远镜也有。好、oh, ，我可以，是时候该看喽。我可以不要看吗？他说小木屋里面有别人。他就笑在你啊！不是，那个是什么？我们像一个骷髅头啊！算了，还是不要再看第二次好。我干嘛自虐？反团真的超反团变态哦！完全就是那个把人痛扣就是裂块喽。不要突然绕台语，突然绕台语是怎样？超台。别人的痛苦就是你的快乐，我帮你翻译，这样可以吧？我听得懂啦。哦，是哦，听得懂，那么简单，灌输到都听懂。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现在目标，我到底要去哪里啊？你刚去破音吗？没有。
应该是这里，应该是这里。种种你要。啊，这各种伸手。这系统就是要吓你的系统，对啊，要叫拿来吓你的系统。啊，好多这种 jump scare， 超多。我讨厌啊，超级。就是要吓你们啊。对啊，这种游戏打死我都不。现在吹点气，可是我一直在流汗。阿旺，你还不快点帮他擦汗？对啊，我直接拿卫生纸整包丢在他脸上。我是医生，在做手术，你要帮我擦汗。你要那个拿卫生纸撸他脸，撸他脸，然后撸到眼睛，然后就很痛。你们变态啊！他被吓到，然后那个在那边。好可怜的声音。哪里可怜呢？欸，你不是其实被吓到会还蛮爽的。你这个 FM 哦。没有，我说那种是。Oh my god， 原来白猪喜欢这一位。不是，那是一种感觉而已啊。没有。你在那边解释。对啊。恐怖游戏。哦，我就是喜欢玩恐怖游戏，我就是被吓到，其实还蛮爽的。妈，我没见过这种人哎，你们见过吗？知道了，哇，对耶，谢谢。就是我有在夸你，我没有在夸你吗？有啊。哦，我感受你满满的夸奖。啊，我懂了，酱油。因为我们刚刚在亏他，所以他觉得我们在冲淡。啊呵，没救了这个。对对对。嗯，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没有，我在营救于剧情。啊！吓！What happened？ 感觉第一个要死了。有点快哦，有点快哦。哎，没有，他切回那个房子里，换个主角。最讨厌这种剧情，我不知道后面到底发生什么事。通常是会这样两串连在一起，就是两条线会交接。为什么不就开一个灯需要跑那么远？欸，有水。Come on. All right, Josh. Let's see if you got enough water. 根本就是水，看起来很脏，所以。没有热水，现在一个要去开灯，一个要去想办法用热水，干嘛来这种地方啊？你不觉得他根本进香吗？一来就是我要洗澡，我洗热水澡，其他我都不管，怎样都要洗澡，然后还等着人来偷看这样。哎，他刚刚不是有看到说房子里面有别人？他是说小木屋，他就是这里啊，这里吗？他们是要去小木屋啊？是他们是说小木屋里面不是主屋、喔？对啊，不是大，他这是山庄。对对对，我敢看啊！他们到底几个人过来？为什么？八个？为什么感觉都是只有两个跟一个？好像还没有全部出来吧？没有啊，有两个不是去拿东西了？现在两个拿东西，两、个在，两个去小另一个小木屋啊，所以里面剩下四个。没有，好像还没有八个都到齐吧。没有吗？所以有人还没来，好像没看到 bug。那面具很妖兽，超妖兽，妖兽妖兽。他真的是四处都有面具，对啊，就是要吓你，对啊，就是要吓你们这种傻逼。哎，窗户关起来，窗户关了。碟仙，正好这种地方玩碟仙，有病吗？这群人超级有事啊！对啊，而且这又不是鬼片，为什么要来个碟仙？有事啊！这边四个，然后好像是这边四个啊，出去两个去拿东西，两个去小木屋，总共八个。对啊，八个都在，这都到了，都到了，地下室。这不是他，他是哥哥啊！啊，他是哥哥啊，等于是屋主啊。所以只是屋主为什么老是叫别人出去？因为他是屋主啊，他最大，他最大。你们就给我滚去坐那边，坐那边，坐那边就好。一来就该说没热水，热水。你这个静香，超级想洗澡。静香，哥哥陪我去。哇！有人，有人，有人，那不是人啊！
是怎样啊？你可不可以把那个布拉开，快点！不要嘞，自虐啊！你在说什么？没有啊，刚刚游戏画面人形的布。我们为什么要自虐？他们喜欢、啊，你没听到白猪叫？没有啊，就只是很有趣而已。哦、oh, ，好吧，对不起。是这个是女主角啊？她长得全部都是啊，全部都是啊，她长得比较正，是吗？不是正不正的、啊、当主角吗？其他两个看起来都是个 B， 你知道这肤浅的家伙。你知道有的正的只是纯花瓶啊？不是啊，因为你知道那种很表的就不是主角的命啊。没有啊，它里面八个都是主角啊。对啊，八个都是主角。可是这个就是一看起来就是可以活到最后的，这是由我决定，不是由你哦。我要他把伤害杀弄，他打算马上把他杀了。我要他死，他也是得死哦。那我就觉得看了没有价值。我感觉白猪是女王，可是明明是个正的，就是 Oh my God， 他就是个 N 啊！你在想什么？女王 M， 好新潮的。什么是女王 M 呢、啊？你啊 ？Oh my God， 这是傲娇吧？不一样啊，所以在说、啊、对啦，傲娇是伟成跟阿旺的专利，什么鬼啦？所以现在是要各自开发属性吗？没有啊，开发出来了。你想太多，多了。好暗哦，因为手电筒走在前面。对啊，刚刚不是手电筒走在后面，就手电筒前面，你不能等我一下吗，先生？反正先下还是前面先下？不要，一定是我操控那个被吓，好不好？太贱了。对啊。所以一定是我被吓，那男的等一下就跳出来笑，没有，好，你是个 M， 就是很想被吓，没有，在做心理准备好。啊、你有听到他那刚刚那个就是很感觉到很期待的那个语气，没有，我在想，他的重点就是我在静香的重点就是有热水就好，对、啊，热水洗澡，热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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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小屁孩啊，我想热水。没有热水，我就跟老师讲哦。告老师哦。啊，没有热水就告老师哦。嗯，你要哪一个？给你选，这感觉都无所谓。就是喜欢打棒球，好体贴、哦。你要幽默的。对啊，最体贴。体贴个什么了？都把这都先给他选耶。对啊。No, it wasn't in the winter, silly. I mean.We'd come up in the summer and we would have the best time. The whole family was there. Mom, dad, my sisters. It was a serious competition. 对啊，因为突然换。怎么突然间他看起来有点恐怖了？ Reality, Sam. 有影响哎。刚选的东西有影响，蝴蝶效应。你说球棒哎。对啊对啊对啊，选项。每次不管选什么，就是都会影响到。有一些会吧。对，好像大部分都会吧。哎，谁？脚步声。你要被吓死！这好像咒怨里面会出现，就是对小孩子跑步的声音。对啊。哦，动到了啊！没事，他动的时候我手不能动。动了会怎样？这边还不会、啊，可是如果是讲犯人在找你的时候，你就不能动，会被发现。动就死了，别动，对啊，别动，而且手把会震动哦。最贱的是这个，所以还是你在怕？没有，坏了。OK， 应该没有好了。然后你要先去找水管打开，烦，颇麻烦。转，有了 ，push， 有了，所以可以开灯了。哦，我按到哎，没有，就是，我刚听到什么声音啊？听到什么声音？我刚听到嘘的声音。你说我们，这三双为什么都一出现奇怪的声音？莫名其妙。哎呀！Are you really free
Yeah. 我知道搞，一副要搞上的意思。不要。澳洲区，快点！为什么啦 ？Watch out！ 坚持，坚持，坚持！我觉得坚持到最后真的会有东西耶。你确定？你是因为音乐音乐吗？我觉得很有趣。我怎么觉得真的会有东西在后面？没有。哎，你害我影响到了。What? No. Where'd you get the first point? Doesn't start at 30? No, 15. 感觉是个傻大姐。无脑的静香。无脑的静香。静香觉得很难过。静香很酷，好像在你后面。没事，还中枪。什么声音？感觉故意有人在敲，就是要吓你们这两个傻逼啊！对啊，傻傻，啊，你就把这两个人害死了。可是另外一个是勇敢哎，这个是。A pipe that's about to burst or some problem with the furnace. Unlikely. 这什么声音？If it were me, I wouldn't want this place to burn down on my watch. Yeah, right. 老鼠，老虎，傻傻都出去，那是老鼠，很明显啊。喂！等一下！突然觉得好可爱。你要注意，有东西要按的。我现在很注意，我现在超级注意的。To keep out strangers。不要一看就死两个。哎。自己人。一定是自己人啊！你死定了，我一定要让你死！生气，自己人啊！Why would you do that？ 自己人啊，在吓自己。超现在好想飙脏话，如果是私下玩，可能就骂。等一下，我们有如果飙脏话的话，大家就注意，请注意一下吧。I said nothing about jokes. I said your prank, which was dumb. Holy crap! You were scared. Admit it. I was not. Come on, you totally pissed yourself. Josh, what in God's name are you wearing? I found my true calling. Mm-hmm. 是这样，突然来一个。神父吗？对。Okay. Did you at least find the thingy? 什么东西啊？那个碟仙。哦。You know what? 他们真的玩碟仙哦！不要再碟仙啦！对啊，还是要去洗澡。静香还是要洗。他除了洗澡还会干嘛？还会静香还会想表示 I don't care， 我先去洗澡了。哎，感觉要切回那个了，外面的那一条。啊，没有，你要玩碟仙。哦，换另外一组去找东西。另外一组去玩碟仙。你觉得谁会先死？女的吧，因为他们现在有东西可以捡。我是说八个你，要剧透了。剧透图腾。哎呀！哦。好精彩的画面、啊、我突然不想继续看下去。你自己玩就好了。不会啊，我操控好的话，你就看不到那些画面了。真的吗？对啊，如果我躲过的话，应该就不会死。可是我觉得你应该是躲不过。上面讲的，你就要记住啊。你要记住那个画面，然后要看你知道让它发生还是什么。当然是不要，我的目标是让八个人都活着。我觉得它一定会发生。哎，有东西。他们要聊天。好，释怀好了。我这个人走 peace 路线。peace 路线。Love and peace。peace 路线。鄙视路线。peace。难笑到猥亵。我刚一副猥亵一样。跟你很像。
我没空。是在野炮的意思吗？不小心把蜥蜴的话讲出来了。享受原始，原始的大自然是吧？对啊，都享受原始的大自然，感觉就是充满着暗示啊。什么声音啊？电灯突然打开。他们都不会觉得很奇怪吗？啊，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小木屋有电，那个电刚刚来啊。对啊，有电。想吓我？你要回到前面的时间点来继续。哎，前面有那个，我都进入剧情动画都怪怪的。就 ，Hey, Doofus, come this way. 哎，我就选这个会死哎，我们选这个吗？我不知道。为了让他们活着，我选拒绝好。感觉去隐秘的地方就会被干掉的危险。哦哦，不要，我要往这里。我坚持。哎啊，他那个还没电，他强迫你一定要来这边，强迫中奖。Good boy。好乖，对啊。哇，总觉得好像。Thanks for helping me find my bag. I know I can be a little timid. 哎，还有自觉。Yeah. Sure. No problem. I mean, you don't sound very convincing. It's fine. Really.Oh, honey, you're totally sold. 真的很难搞哎、欸。这女的好难搞。感觉她就是个 B I。哎，又是那种，我很讨厌这种犯罪者视角。哎，还有喘气的声音啊，然后就很讨厌。我要用就来，谢谢。没有啊，他刚刚也有啊，这游戏里面的声音啊，不需要 double， 没有，我们现在是 triple， 好默契啊。OK， 好，不会觉得冷吗？对啊，而且哪里美啊？就都雪而已啊。哎，雪是很漂亮的。我没看过雪就会觉得很美啊。我没有看过，你没有看过吗？看过了就会觉得是超冷。没看过，我没看过。白痴，我们两个首先旁边哭。拜拜。哎，团团你在哪里看过？他家。我们家会下雪。之前有去那个学校教育旅行，有去日本。啊，你的教育旅行去日本？没有啦，不是啦，是那种自己另外参加的。讲清楚啊。可是蛮便宜的，因为团体去。便宜了一点，是，就是很想要在野外。哦，想干嘛？我们做一点。但是等下脚步声为什么突然这么大声？故意的，要吓你啊！怎么觉得这桥会断掉？对啊。故事都这样演。对啊，就站在桥，你们可以不要站在桥。调情好了。你要在桥上调情吗？啊，他们一定会站在桥上啊！我觉得会掉下去，然后绳子好松哦、啊。不然故事要怎么演？哎、欸，哦，走，男的女的走掉，还好没事 ，safe。脚步声没了，有啊有。你看他刚刚应该是想说，你可以四处走，还是有的。有啊，他脚步声。脚步声太大了，二选一耶。我想要走有。你等下叫我跟他讲话、欸。没有啊，是那边有亮点。对啊。哦，你为什么要跳下去？对啊，我刚才在思考。我选错了。Oh my, very impressive. 尖叫声哦，另外一组也有听到，对不对？那时候。嗯。所以他们现在应该会相交了。可是我还没有选择，应该不会因为这样就死人吧？我现在换操控女生了，哦，男生啊！音乐出来了，对啊，诡异的音乐，
这种两个旋律的音乐真的很机车。这是什么？猪头。Welcome back. 是吗 ？BK barbecue 吗 ？That was not there before. Welcome 什么？刚没看到下面。天哪 ！Back 对了 ，Welcome back. 有人理我们讲了，我们去旁边玩一下。我去旁边哭。没有，我们俩现在很专心。对，我们现在两个在紧张状态。我们在打算就是帮你的调理一下你的情绪。对啊，但是不要那么紧张。你松懈被吓到的情况会更会更糟。我觉得我要开始专心，因为应该等下有 QTE， 这是对。QTE， 哎，又换线。他都在最紧张的时候给你换音啊！这张第二张结束了吧？突然回到，好恶心哦！在跳的心脏啊！对，回到医生就是一张结束。可是医生也是会吓我啊！我被医生吓过。他怎么变这么脏啊？这到底是谁的视角？不知道。对啊，到后面。好近，好近，太近了。对啊。哎，看到帽子，第一次看到帽子。哎，是谁？哎呀，帽子什么帽子、啊？没，那个先在被访问这个人的帽子。我看那个时候看有人讲说，他觉得最可怕，这个游戏最可怕的就是这个医生。对啊，看起来就超他突然，他会突然吓你，是不是？他我觉得最可怕就是他了，其他都不可怕。太近了啦！我知道了。上一集有问我最怕的三个东西，他现在就给我摆在桌上。超级坏、啊。对啊，那时候心理测验我是蛇内脏跟一个忘记什么，然后结果三个都在，就现在摆在桌上。对啊。好笑。这告诉我们以后要挑就是最不怕的。对啊，蛇内脏跟一个忘记什么。兔子哎，所以他现在是要你敲， you would tell the truth， 他就又在，现在又在问我问题了，就叫我回答。叫你敲什么？讨厌谁吗？没有，他叫我问我有重视什么。哦，然后你重视的东西就会不见。就千万不要跳节操啊！可是你本来就没有，他本来就没有啊！你在说什么？也还不会有节操给你选好吗？真是的，时间到了，好了，这章结束了。哦，结束了。